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奇小道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第755集的节目。我们将跟大家分享真人电影第5集《The Last Class》的小灵通，孩之宝的变形金刚，它的动画、漫画、电影都是为了卖玩具而产生的。这个在小灵通这个玩具身上是得到了一个铁一般的认证啊！剧情里头有它没它，其实几乎主线剧情跟它一点关系都没有。充其量连，他真的是没有他好像也没有关系。甚至在预告片里头，我们看到很多他跟伊莎贝拉一个人类小萝莉的各种镜头互动呢。其实在说真的，在预告片好像差不多快看完了，那些部分其实通通都剪掉呢，对整个故事好像也都没有什么影响。那么这个角色就是，我认为他就是完全就是为了卖玩具以及搭配这个伊莎贝拉而诞生。那伊莎贝拉这个人物，我真的看完之后，我觉得其实这个电影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当然有人说，年纪小归小，跑起来很吓人。我什么跑起来很吓人是怎么样？还有人截图给我看，对，年纪小小这个国中女生跑起来还真的是有点吓人。但是我电影的我是完全没有注意到，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正派，我不会去看这个的。那玩具本身的话呢，在发售之前呢，得到的一个预购量大概是里头最高的，那做起来的也真的是挺有看头的，非常的有意思，我觉得是可以给很高分的一款的玩具。那这电影里头的还原度来讲，其实还是很有限，电影里头还是非常的残破不堪的。那么这个手臂的话呢，这个电影里头有提到它是一个某某狂派的手臂给它接上去。那标准玩具的话，它会有两只这种类似于这个把手的这个部分给你装在玩具上面，但是呢有一边呢我不知道掉去哪里了，目前呢是找不到，地板精灵不知道把它吃到哪里去了，所以我就目前只有一边的把手，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够把它找回来。那这个手勾上去之后呢，它可动度只有在原本结合处这个地方，也就是二头肌转动这里，其他地方就没有可动了。那我们刚刚看到的后方这里，这个地方这里是有一个凸的嘛，然后跟这边这里有个洞，从上往下这样子可以把它给扣进去，然后可以达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结合。那这个结合其实很重要，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个结合的话呢，其实因为这把枪造型很凶，很暴力的一把枪，它的一个部分的话是从正面看很 OK， 但是你如果从侧面来看，其实细节来讲就还是比较弱一点，都是横线条而已，从后方勉强还行，但是正面就是OK， 是它一个很大的卖点。但是它本身是一个软胶部件，所以呢可能久了会出油的那种感觉吧。那如果你手上的话，这个枪你拿的时候，因为它本身很重，你还不一定能够握得稳，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靠这个后方有这一块部件的话，其实它整个人物翻倒的机会还是挺高的。那本身的话呢，这个玩具的卖点还是在说它的各方面的卖点呢，我觉得都很不错。我们先把它呢给各位看一下它的一个细节哦。它呢身上这些油污、这些旧化的部分，每一个人拿到的呢都会不一样。因为我曾经比对过十几盒，那基本上也不用比对到十几盒啦，就是手上刚好有十几盒，你一个一个去看，没有任何两个的一个涂装呢会是完全一样的。这个，各位可以比对一下，你手上那一款跟我的会不会有一样？那这个头雕的话算是蛮有意思，电影里头的样子比较悲情啊，这个感觉都比较有喜感。那特别是最有趣的是这个帽子这个部分，它这里有个缺口，上方有个洞，它可以它因为变形的需要是有个掀起来，我就掀起来这个部分就很好玩，这样一掀起来好像它吓一跳那种感觉哈，对不对？这个很有喜感啦，很有喜感。那可动的话呢，手臂上下动，这里有个关节可以往上下动，那这个手这里不能算腕部啦，这个也算腕部吧，可以转。这个两腿是这边可以打开的，其他的话就没有什么可动了，头是可以左右动。那基本上头动的话是只能转上方这个关节，它下方中间这里是有一个结合的，看到没有，扣起来做一个转动。那脸部的嘴巴什么其他就没有刻画了啊，
还算是相当有诚意的 Deluxe 等级啊。然后再来就提到它这个原本这个车厢的这个部分，它是可以打开的，然后两侧都给它翻开。这边两侧要先翻开，这里翻开。那这个部分的话呢，这个稍微把这个重量往前面放一点，如果你往后面放，它会翻过去，这样子往前面，这样子过来，这个部分可以整个打平，就是一个维修的站台了。那这个维修站台的话呢，内部有很多的细节的刻画，以及这个工具箱，我觉得是一个一绝啊。这个工具箱可以打开，打开之后呢，这个狂派的手臂。平常的话是收在里头的，尤其是你在变形成 Autobike 的时候，变成这个车辆的时候，正常是这样收纳，但是这个手把可以直接放进去，就这样子盖起来。内部的刻画还可以，然后这个红色的漆面看上去还真的有那种金属的那种感觉，就很厚的那种，很扎实那种铁盒子的感觉啊。然后地板也有一些脏污旧化的处理，然后这里有一个机械手臂。这个机械手臂的话是可以动了，这里根部一个关节转动没有问题，这里一个关节可以屈，这里还有一个铆钉的关节可以动，然后一个爪子，爪子这个地方是一个球形的关节，可以做一个转动，但是它本身是一个软胶啊，不建议你太强行用力去扭动啊。那以及后方这个地方都可以再把它给掀出来，会变成一个炮，这个炮的话你就是可以再做一个转动，变成是一个武器，可以对前方进行攻击，当然不止前方啊，它可以转很多的角度，就看各位你的一个玩法。那么在变回去的时候呢，是要把它给往内折一点点的，而且在折下去的时候呢，这个软胶件呢基本上是一定会脱离这个 C 型扣啊，基本上是几乎是无可避免的。我们再一次呢把它给变回它原本一个车辆的一个形态。那整体来说的话啦，这个小灵通这个玩具还是以现在的 Deluxe 等级来说，它还算是比较有诚意的，各方面的表现都还可以。那我们来看一下，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啊。先把这个车厢的部分，这些它都有一些很明确的卡扣，就记得的都把它给。本体的变形过程，也是挺有趣的啊。首先把这两侧的轮胎打开，然后透过这个旋转的关节把它给转动到后方来，这个部分呢先往下放，转过来。那转动的时候是这个造型是在前方，然后圆弧形这个是在后方的，然后把这个部件推出来之后，旋转上下颠倒之后推下来，然后呢把这个头部往后面放，这个时候呢把这个部分松开来，这边有一个松开的关节，这里是一样，这个门把手这里跟这个部分，因为它这个门板这个车头灯是塞进这里面这个空档的，记得把它给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推出来了，旋转一下它的一个车头，然后把这个部件往前面扣过来，先把这个地方做一个结合，这里有个凸，对应边有个洞，把它给扣进去。那对应边的话，这个是就是因为这一带它是可以转动的，你要对准再把它给扣进去，然后压紧这个部分呢，车子的部分呢就算完成了。接下来就是把这个头的部分呢给收到它的一个车身的内部，收进去的时候呢是先把眼镜跟这个脸的跟眼镜跟眼睛分开眼镜跟眼睛分开，然后把这个眼镜的部分呢往下面推下去，跟这个帽子的话呢是叠在一起，然后这边会有一个90度的一个结构，再把它往内缩进去，然后这个时候旋转一个90度变成这个样子。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轮胎的这个部分呢，轮胎呢就是要切这个位置，这样子把它给放进去，你转左或转右边呢都是可以的，只要能够把这个帽子的部分呢给放进去就行了。如果你转过来，因为我是转这一侧，所以它帽子会跑到这一边，那如果你转这一侧，帽子就在这一边，这个其实是无所谓，两边都是可以的。最后这两只手臂的部分呢，就是把它往内压下去，然后呢它的一个我们台湾讲的伟士牌的一个老爷型的摩托车呢就算变形完成了。由于做了油污的处理，所以它就是一台老爷车在废弃厂里头出现，这个在台湾现在应该也是古董级的摩托车了吧，应该是很难找得到了。轮胎还有这一些碟刹的部分处理是很精细的，没有什么问题啊。然后这个支架的部分可以往前也可以往后放，滚动性当然是很好，但是
对对，如果你放开当然会跌倒咯。细节的话，我觉得 Deluxe 等级吧，而且做成这种应该只能算是半个 Deluxe， 因为它有一半的资源用在这个上面，这个细节这样我觉得算是做的可以。后方的这两个这什么喷射器吗？还是车尾灯吧？因为这个是倒是跟现实中的这个尾翼还是不可能有后方这么先进、这么科技感的造型吧。然后龙头可以转，但是这个轮胎是不会跟着动，但是你可以做个样子，你把它转过来就跟着转过来。对，在一个视觉上的摆放还是可以。那很多 3.5 寸的人偶吧，跟这个摩托车有可以有很好很好的互动。那么以及它本身的这个这里呢是有一个结合的一个洞在这边，它这里是有一个凸的，但是这个呢我觉得啦，这个扣下去有一个很大的难度，它非常的紧，非常的紧实，主要是扣进去很紧实，但是进去之后就随便你怎么滑动了，这个就很正常的啊。就是然后推动起来，它的一个后方一样有四个轮子，而且是透明件，就非常诡异啊，在这个地方居然用了透明件。以及这个最后这武器应该是扣在上方吧，或者是你要扣在侧边来讲也都可以，就看你个人的需要了啊。总体来说的话呢，也是没有辜负大家一开始对它的各种期待了，该有的表现我们都没有落空到，就是电影里头的一个戏份来讲让人觉得有点小小无言就是了。那么这一集呢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